总统级店员，哎，总统级，什么叫总统级的？这跟总统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他随扈吗？可爱，总统对，好可爱的子女吗？不是。哇塞，他今天穿的这个太可爱了！哇，我的老天爷，他今天穿，你们要小心。真的吗？是是，真的吗？来，我们欢迎蔡英文小姐。哇，本来真的，哇塞！大家好，我们蔡英文。他真的叫蔡英文，他真的叫蔡英文。真的假的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要开起来。他那个音有加一个王字旁啊。哦，这个名字，如果说我们去跟你结账，看了名牌，应该很多人跟你开玩笑吧？就政治感比较重的人会不喜欢啊。啊？他有跟我谈政治哎。你那么年轻哎。对啊。你对政治有兴趣吗？是绿的跟你谈，还是蓝的跟你谈？都有，有讨厌的，也有喜欢的。对。哦。会迁怒你吗？会。会啊。会。我还遇过抱怨大概半个小时。啊？有很多。总统级人物会去找你聊天，为什么这样？就是可能有些人说你是蔡英文，那我是陈水扁，或者我是马英九之类的。无聊，我还观世音呢。观世音，那跟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妈祖，我还观世音，都会有这种俏皮话、啊。不不不，硬讲干什么？就是比如说，哇，你像蔡英文啊。哎，你好，我是马英九。对，就是说你是蔡英文，那我是马英九啊之类的。那你会白他眼吗？不会，我会笑笑、啊。然后不多说什么。你觉得在超商工作，最困难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备烟，因为我不会抽烟。备烟，备烟，对，哎呦，你要备一下，而且你要知道位置，就是而且你要认识那个烟，对，你不可以让客人等，他会不高兴。他们现在那个烟几十种，琳琅满目的，不像我小时候只有几种而已。对，那个将近100了，我看将近100种。差不多至少50-60。你说值班的时候人潮爆满，那客人还会送你礼物？就是有送化妆品的、首饰。送化妆品？对，然后还有遇过是要送我手机门号，然后办手机给我，说要跟我聊天。哇哇塞，这么大方啊！哇，那你应该去开别的店，你对啊，去开当铺啊，你应该开通讯行啊。啊，那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？现在吗？有啊，现在有啦。哎，腼腆，这一看就有了啦。是在站柜的时候认识的吗？对不对？没有。那请问一下，没结婚都是没有啊？啊，是。哎呦哎呦，哎，真的，21岁跟17岁讲就有差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干嘛这样？现在还在念书吗？没有。看到你受不了。你是在新北哪里啊？板桥。板桥，板桥。对，板桥什么路？板桥。接近南雅夜市那边。接近南雅夜市。南雅。对。那你们精华地段呢？等你下班啊。有，就是说可能说送我下班之类，他说晚上回家太危险了。那男朋友不会吃醋？就没有啊！少来啊！少来少不要生气嘛！你看我一调他，他待会就说出口来，不可能这么漂亮，怎么可能会没有男朋友？但有老公。你说刚分手，我们相信你多高？我172。172，对。哦，那你还穿那么高？你不是给秋哥难看吗？这样看起来比较瘦吗？没有啊，我看起来比较胖啊。哪有？我们都觉得很瘦。看一般而已，很瘦。你的指甲匠，你上班方便吗？哦，我现在转行了。哦，现在是做什么 ？Model。哦 ，Model，Model， 台南 Model， 走个秀来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走平面。挑人是不是？你走，我走平面。那你就随便走走。我们这没有阶梯啊，这平面。就是我拍平面。他平时走下坡嘛，走下坡。对，哎呦，你蛮幽默。他说，哎，我平常走下坡的。哎呦，其实我跟你讲，音乐来他就动。对，没有，真的不行。我们走，没有陪你走，来，你走走，来 ，Go Go。好。OK 嘛。哎呦，会走啊，不好啊。哦耶。哇塞 ，OK 了。对，很好啊。是喜欢走下坡。看到妹妹遛狗有没有？那既然没有男朋友，就讲讲喜欢什么样的男生。至少要比我高啊！哦，那哇塞，这边要180，要比你高也要180以上。185。185。那个性呢？个性也是要幽默啊，贴心啊。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她内心里面缺乏很多那种很温暖的那种给予。是，其实你们真的太可惜，生错年代，在我们那个年代。好了，我知道你要推荐你自己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虽然呢，我的婚姻经验很丰富，这正是一个呢，真的是太像火山的一个人，所以为什么要站起来一下下？是，虽然我没有185，只有168，但是呢，如果但他躺着180哎。这躺着我怎么会看过呢？我因为我今天我从那个便利商店经过之后呢，我就看到他们在特卖一个东西，是那个饭团。对，那个饭团里面的那个米粒晶莹剔透。如果说有个男生，他在那个摊位上面跟你讲说，
如果你就是那里面晶莹剔透的月光米，然后呢，我是包覆在外面那个紫黑色的那个海苔，海苔，我想紧紧的拥住你，把你的内馅儿全部逼出来，我的。你觉得你会想让他拥抱吗？哎，不要叫爸爸，不要叫爸爸，我们在开玩笑而已。哎，你会接受这种感觉有点猥亵。哎，叫警察了！你不叫我自己叫。我想说，又不同时代，又有不同时代那种感受，是啦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我可能不懂那个时代的幽默。现在暖男比较少，真的，对，都中央空调。啊，是是是，哎呦，很醋迷嘛，哈，加醋迷嘛，蛮幽默的哦。